洛叔，你怎么不进去啊？你要是还是觉得不舒服的话，我可以再跟爸想办法的。要不你先进去跟妈打个招呼，然后你再走。 重要，生活不过是你陪我走过的美妙。爱过的人，现在都很好。爱着的你，应该都知道。你从未缺席过那些美好。原来你才是我一直珍惜的美妙。我答应了你，就会一直都好。 我会一直都好。